是一只小小小小鸟，如果忽远忽近的洒脱。马来西亚的朋友大家好，我是雷乐叮当。10月31号呢，我即将要来引爆整个 Getting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Center， 记得要出席 X Infinity World Music Showcase 2018，一起来享受这一场奇幻的音乐之旅。哇，等你。